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， 我们又去钓鱼了。不过这个星期的话，天气实在真的太差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是去上个星期我去的那个地方 Cliff Garden， 还想再弄点球回家。我们赶紧出发。重，小，不大，就咬了一天了，今天终于打到它了。So snapper， 我就说，他们已经追了我好几次了。我说哦，终于报仇了，我到底拉了几次了，都是你们，就这么小。好，我终于中了第一条鱼 ，snapper。我懂了，原来就是因为他一直在。哦，中了。哇，要不要网？要不要网？哇，挺大的感觉。等会儿用。帮他抓抄，来，我帮你抄一下。哇，挺大，球蛙里，哇，哎，不是 ，Brim， 哇，好大。等等，哎，哇，好大的 Brim， 哇，你也中了，中了，可以，哇，不大，我的，没他大。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。不用插，我这直接飞就行。你那杆子拿开就行。我不用，我很小，我的30吧。30。他那个估计快有40了，30多啊。双飞。我靠，比都没得比了。明白。他们中鱼的过程，就证明就是下面在这儿多留吃。看一个，35、36，挺大的。34、35，我估计刚好30左右。对，我刚好30，刚好是我可以拿回家吃的 size。就你了，哎，拖拉。哦，没有，中。哇，挺大的感觉，你杆子很那个什么，我帮你抄一下吧，等我一会儿。你那个浮漂太上了，那出线出拉出来一点，我帮你抄一下吧。你那个什么，感觉长差一点。谢谢。哦，应该可以，26、27吧。跟我那条差不多。哎，这是哦，哎，哇，直接脱了，刚好就脱了，还好抄了一下。对，我都在旁边，直接的，没事。注意啊！啊，对，今天是迎面风哦。哇，挺小的，不用量，估计有，肯定有35、36。你不要啊！我们再弄点。哇，中了，哇，挺大的。
石头。挺大的。哇吓我一跳。对啊，你站过来一点不用怕的，真的，老实说，因为我们位置那个什么，哇，真的这条好肥耶，超级肥的，我这条出线都出不停。40多，哇，可以，43了这一条，这条43，比我那天还要大一点。幸好换点了，就听你说的，换了个点，终于有口了。这条就是幸好有带网，不带网肯定上不了，我八号线而已。啊，八磅，说错了，每次都说错，八磅是肯定上不来这条口。八号是可以的。哦，有，对，哇，没反应过来，我这口这个应该可以打了。哇，没打到。哦，线了。哇，这个挺大的感觉。哇，中了，打个窝。打点窝下去，哇，不小啊，感觉。慢慢悠着悠着。刚才是一波在咬啊，感觉也咬了好几口。不行啊，你今天老拖，不拖就是掉。中了，好呀好呀，中了，我帮他拿个网。好漂亮。哇，真的，慢点慢点，冇扯到咁行，慢点，我同你攞咩？哎 ，Brim， 他今天是不错，还可以，不小，拿个网，哎，冇兜回水面，等我去下面先啦，可以，哎，得，你拉过来，拖过来，哇，挺不小啊这条，拖过来，哎，听到。是，哎呀，还行，这条漂亮，哇，这条也是30多啊，他今天是不错，他今天你今天很牛啊，一头都好大一条，哇好大，也是30几的，好猛，鱼挺大的，哇，大鱼，我拿套嘛，我靠，拉回来，球那里，有，
还行，不小。三十多，不错。你看人家中了条挺大的，我中条就这么大的。啊，小 snapper。小飞一条，啊？它还偏黑一点，这种可能是黑胶。Silver Bream。Kingfish. Kingfish. 不行，我八号线直接它一发力直接断了。不是球蛙里，哇，还挺大的，超。三十多吧，但是还是超一超吧，我怕飞断了。打个窝下去，把它留着。还有多大了？好像看着感觉有四十多。哇，四十多，四十三哦。我这 drag 真的太紧了，这条四十多，哇也大，超网。行不行？啊？超！你呢？啊，直接飞。打一勺玻璃下去。帮你补个窝。哦，好。拖了。拖了吗？拖。所以说往哪？而且今天风大，船游其实也不好。如果下沉应该就是有东西了，小鱼，死狗，臭肚，哇，还不小，
垃圾鱼。哇，这挺大的，这个煮汤很好的。九爷。还说没有，刚说完，可能要挺大的感觉。哦哦，球 ，snapper， 哇，挺大的，哇，我好像这是第一次钓这么大的 snapper， 哇，这是 top one 吧。对，改啊，全游动。这应该是那个 top one 来的， top one， 这个估计有差不多40吧。我上次中那个45的，把我惊到了，我还是第一次钓这么大的。我知道这其实这种鱼都比较小，很少有这么大的。对，没有这个不到40，38。把线哪儿拆了就是全游。哇，中了！要抽！哇哇哇，挺大的，收！哇哇，很，哎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对网。哇，球棒里挺大的，挺大的，哎，别着急，过来，要割到线了、啊，过来，把它留在水面，哎，好吧，差不多。试一下，第一次用超网。你往后拉，往后拉给他。对，你要拉，往后拉。好，可以放线了，放线。哎，你杆子不要这样收。是竖着收的。对，斜着向下收，往这样收上来，不然的话你那个会断的。明白了。特别是大鱼，大鱼一抖的话，你拿杆子要这样子拿网要这样子拿，因为大鱼它一挣的话，它头就会断。没事，以后这样子导出来，导出来就 OK。可以。没事，我这个不要把那个鱼留在网里面。这个。嗯。哎，中了，又中鱼还是什么？挂底了。哎，鱼，等我一下。大不大？哇，挺大的。哦，很重哦，什么东西？喂，哇，好大的石头！啊，好，十九公，这能飞吗？不是十九公是什么？石头。石头。对。我靠！我怎么掉了？怎么掉了个石头？我怎么拉？我说怎么这么重？死沉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。钓鱼之旅结束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在 Cliff Garden 那边的话，收获基本上没什么的。就我们今天过来 Little Manny 这边的话，收获还比较好一点。就是中了，然后但是今天的话，稍微中了一条出挖里还比较大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